嫁给我吧。知道我错了。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叫我去死啊。据我观察，这是一起谋杀案。为什么会是你？我是警察。精的头啊！警察办案。流氓会武术，谁也挡不住。每一个死者的葬礼上都会出现同一个神秘的女子。我穿的少，并不代表你们可以侵犯我。那几个人应该不会是你杀的啊。我今天是不是很帅？ hold 得住。那明天你来给我当秘书。我当然不能同意。那我非嫁你不可了。嫁给我好啊，嫁给我不回家我寂寞死你。这里就是死者的家。都说你是保险员，我就不把你打那么惨了吗？死者是什么时候买的保险啊？受益人是你。不是我。说得好。